喂，你好，李先生是吗？哎，我是。你好，我正是读者灵活，在7月10号有在我们这边订购过猪，消费可能是741元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是吗？是不是是吧？什么？我的公司啊？你李好，先生，您在做什么呢？这边是独自生活。哎，然后你不想？您这是李先生不是吗？哎呀，对哦，我也。我跟您讲了，您听不懂啊？我才有啊，而且我才艺啊。那你搞到啥东西了？啥？我拢讲第一个字，安那？